今天来读马可福音第五章。让我们起来读马可福音第五章。马可福音第五章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，耶稣一下船，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。那人常住在坟茔里，没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他远远地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：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：巫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耶稣问他说：你名叫什么？回答说：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就再三地求耶稣，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。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：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。耶稣准了他们，巫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。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约有2000，放猪的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。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，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，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的，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，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不许，却对他说：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那人就走了，在地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就都稀奇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，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。他正在海边上，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，来见耶稣，就俯伏在他脚前，再三地求他说：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他痊愈得以活了。耶稣就和他同去，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：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：谁摸我的衣裳？门徒对他说：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俯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耶稣对他说：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：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？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管会堂的说：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，不许别人跟随他。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，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，进到里面
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嗤笑耶稣，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，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，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，大力大古米，翻出来就是说，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闺女立时起来走，他们就大大的惊奇，闺女已经12岁了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，又吩咐给他东西吃。